没兴趣可以不做啊，那你对什么有兴趣？你说啊。棒球。国中毕业的时候，世足赛刚开打，他说他最爱是足球。还有之前林来疯的时候，你又说你最喜欢篮球。我觉得足球、棒球、篮球都喜欢呐、啊，不行哦。可以呀、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运动博士啊，所以说不会打啦。